中午这两个是在东区的公寓里面。队长。是啊。少头一般都会去，因为他的胖子上翘。你是女生用的，我们胖子都得轻一点。我会演的，thank you。
做事情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人心里太年轻，是正的吗？你死的毛是正的，素质稳定。你们枪不赔赔的好。至于他怎么这份跟你谈的事，一个明星就是个。咱们是往前球啊，你没抓住最高的。往前抓住了，你砸出来。你咋落下来了？打不了了。Thank you.
骂你没听到，还女人男人，骂完了女人就是王八，知道不？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他有这一说在。